你好，海英，这就是我一天的开始。今天白天会有拍摄的工作，所以我把脸敷好，好好的休息，我才会有最好的状态去工作。我们家小宝也要跟着我一起拍摄哦，一起跟着我过这一天吧。赵小乔，女人说。在拍摄广告或者是地面之前都会敷脸，隔天化妆师会比较爱我，快速的保养一下，按摩一下淋巴，简单拉提一下，那就要看到我的虎口嘛，变成这样子很吓人，对不对？去了那不勒斯，高高低低，加上欧洲都石板路，所以我推车都很用力，虎口就有点伤到，有点像硬皮，但心情是真的很美丽。虎口多按摩一下，然后我的保养的最后一步，使之觉醒，晚安胶原生态饮，美果好香。这可是我维持美丽状态的秘密武器。晚安。早安，看一下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了。我们家老爷今天一早就去学校开会了，看一下我们家宝宝。早上起床看到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就觉得今天一定又是美好的一天。拜拜，爸爸，晚一点见呢。早安，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摄影头好了，我也第一次来，他们就要先 setting 好，然后梳化的地方在这边，你们梳化。待会我们家宝宝也会入镜，所以是一个妈妈，但是又是一个女明星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清透的妆。你好，是谁来啦？妈妈去拍一下照好吗？还是我抱你在旁边看妈妈工作好不好？开哇！哦，这么大口、哦！哇、欸，还要手拿没找到餐具你就一直吃，好可爱。他们都会先假装是我们，这样子就会先吃来。这都蛮好的，不同的情绪，就好像欧洲回来笑容有点不一样。可爱哇，跳舞啊！可爱。啊，好好好好好，要不然你跟着他，里面一点，里面一点。耶！一二三，耶！今天我妈妈来到了现场，工作一辈子，我妈从来没有陪我工作过，第一次，因为我把她调来顾宝宝，犬犬当司机，请期待我们的作品呢。你们说，那我们得跳六层跳舞好不好？你会跳吗？有，大家来，我们啊，请大声跳舞啊！一、二、三，好，知道几个了？爸爸叫做刘亮。今天拍照有没有乖乖？有吗？妈妈抱一个好吗？一点都没有。哇！妹妹。哇塞，那么棒的爸！哎呦喂，爸爸不抱，妈妈去。嗨，你给爸爸。来这边。啊！耶！耶！耶！大家好。耶！要几秒？因为我要带小孩，所以我就会习惯把工作都浓缩在同一个地方。结束平面的广告的拍摄，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杂志的专访。再接再厉。好，是试管跟备孕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大的辛苦跟挑战是什么？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四”那个字好大，压着我喘不过气来，我就会觉得有问题就去解决。就谁知道免疫是一条比我自己想象还要辛苦太多的路了。晚生的父母不要怕，在爱里一切的挑战都是生命的体验，你会在孩子的眼中看到那个来的刚刚好的幸福。加油。工作结束，马不停蹄回家帮这只洗好澡，简单的煮一下。今天呢，要煮的是这个面面哦，意大利的朋友送我们的，煮7到8分钟，它是小颗的，宝宝就可以一口一口吃，有点像笔管面切一段一段的感觉。我今天肉类料理就想要用气炸锅，鸡胸肉呢，斗哥在帮宝宝洗澡，我就先腌了，用一点盐、一点酱油、味淋、蒜头这样子，至少还是要腌半个小时啦。在意大利呀，吃他们都把这个节瓜切这种薄片，炒完以后就很鲜。
鲜甜，加上那个菇的香气，意大利面用橄榄油炒就很好吃。从意大利搬回来的，其实我不知道要什么牌子，感觉是有机的，然后加上这边有画妈妈跟小孩，就觉得应该是蛮好的。意大利的油都还 OK 就 对，没错，还有欧盟认证的，放一点盐跟橄榄油，噔噔噔噔噔，你够注意不？我们三个人吃，我就全部下了。干嘛？爸爸，我全下了，请计时七分钟。热完地包。气炸锅的部分呢，我还是习惯先用烘焙纸，这样油比较不会往下滴。哇！然后所有的肉都摊平喽，喷点洛梨油，180度烤15分钟，然后烤到中间7-8分钟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是汤匙。在干嘛啊，宝宝？意大利面已经好了，捞起来了。还是先放水槽里面，都不敢放在平台上面。好，我们起一锅，先下一点橄榄油，也不要太多，因为最后我会想再加奶油。几花，也最多让它先上去煎一下。我的洋葱是已经蒸软了，在冷冻库里面的。洋葱本人就好香哦，因为洋葱不怕炒啦，越炒它越甜。可以这时候下蒜头，炒久了会苦，蒜头晚一点再摆，进去爆香一下。爆香其实就是你闻到蒜头的香味就 OK 了，里面摆进去哦，好不好？嗯。啊，下来。爸爸，然后我会加牛奶，加一点点盐，我是用有盐的奶油，然后一样放进去，再撒一点意大利香料都可以，我这个是罗勒叶，可以把火再开大一点，让它慢慢收一点汁，在这个牛奶还没收干之前，然后试吃，觉得不够就可以再添加点盐。然后像刚刚啊，我盛起来我没有泡冷水嘛，就有点黏在一起，但没关系，加牛奶以后其实它就自己会打开了，差不多让它收到这样子，我觉得就很完美了。哦，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呢，我要让它表面是有点更酥脆的感觉，调200度，3分钟。这个时候我就来盛盘，当做是饭。今日晚餐：时蔬意大利面、气炸鸡胸肉。这个干杯，干杯！好好哦，意大利文干杯叫做清脆脆脆。Yes。气炸锅的鸡胸肉真的很不错，没有油的感觉，最主要，而且也不会很柴。你要直接啃我的鸡肉哦。哎，别人的比较好吃吗？你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对。啊，干杯，好，干杯。对。你看，这好奇怪。大家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宝宝会不会这样？大家泡比较大块，咬一咬就吐出来。水果也是，直接喝一喝就把它吐出来。啊，这个面是很推荐的。你看，用大口，挑都不挑。嗯你像在工厂我的面吗？你在学我吗？啊！接快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我有口红，你不要亲我。那你亲爸爸。嗯。哎呦哇！哦，那个美食家，你现在上次拿反了的鼓励。耶耶！你会自己吃饭，好棒哦，爸爸。妈妈。哎。哦，妈妈拍手。假棒棒，那妈妈以后常常煮给你吃好不好？妈妈棒棒，妈妈嘿，哇，两个赞哦，这样自己小心，自己小心 ，OK。好，来洗收收，两手搓搓 ，OK。哦，这是谁？高级啊，轻轻的，你不要玩哪位？那谁要把它装满了倒掉？好，来 ，pui， 好好好 ，OK， pui。耶 ，yes， 好棒哈！来，好 ，pui 哦，会听得懂在讲什么，真好。嗯，好，再 pui 一下，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嘴巴有没有擦擦？嗯，嘴巴这样子，嗯，慢慢的，慢慢，慢慢，对。OK， 好棒。很多人在问我这个，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危险度啦。这边是空的嘛？对。所以我们家宝宝真的有他这样站。然后它往后踩空了，然后直接从这边丢下来，这样哭了倒在地上。这个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收折啦，扁扁的这样子。对，小鸡婆，你要小鸡婆干嘛啦？你穿鞋子到厕所干嘛？你穿鞋干嘛啦？用力，咻！我们家宝宝第一次玩纸飞机，你还记得怎么折的？你好厉害哦！大人其实也因为宝宝的关系，一直在恢复以前的一些记忆。刚开始要帮他折，我忘了怎么折了，后来突然想起来。妈妈，哇，斗哥做的这款机翼的飞机，叫我会飞的，试一下哦，真的耶！
哇，飞很远呢。有人还记得怎么折吗？这个头还是平的哎。把它折进去要加点重量啊。咦咦，谁的？咦，阿鹏。啊，还有马。胖猫。猫咪。妈咪的肚子。睡着喽，阿鹏。关灯了吗？看星星。你是熬到几点才睡啊你啊你熬到几点了不要不要嗨宝宝终于睡了我还剩一些家事就大功告成最后冲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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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终于坐下来了胶原蛋白来跟所有的姐妹干杯慢慢的享受莓果香在嘴巴里面我从一早就出门工作还要做家事啊还要照顾宝宝职业妇女是真的蛮不容易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比我更辛苦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维持状态的神队友使之觉醒晚安胶原生态椅喝了一阵子我真的觉得很有感它可以让我睡一个美容觉隔天起床真的感受到晶莹透亮好气色我差不多从25岁就有在补充胶原蛋白因为从25岁开始胶原蛋白就会慢慢流失每一天的流失量呢差不多5000毫克所以我在选择胶原蛋白的时候至少它要5000毫克的胶原蛋白我才会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会选择有弹力蛋白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胶原蛋白跟弹力蛋白有什么不一样以我的理解就是胶原蛋白呢就很像建筑中的水泥弹力蛋白呢就很像加强稳固的钢筋对我来说是两者缺一不可啦因为这样子房子就可以更牢更不会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有加弹力蛋白只有少数的厂商有加这也是我选择使之觉醒这一款胶原蛋白饮的原因之一其实胶原蛋白里面啦主要的成分就是赛洛美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生精酰胺这一款呢它还有添加西印度樱桃富含维他命 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形成还有日本的樱花抽取物啊还有很多的莓果成分对女生好的成分它全部都加在这里面了那对我来说不管怎么样它一定要好喝我记得我刚喝胶原蛋白的时候有时候会喝到有腥味的有时候会买到特别甜腻的我也是比较难坚持下来但是这一款晚安胶原生态饮呢不会很甜它有莓果的清香喝完你会觉得嘴巴里面非常舒服它就是我保养的最后一步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养颜安瓶保养由里到外我自己也觉得呢睡眠品质也变得很不错隔天起床状态是我很喜欢的长期补充下来呢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很晶透容光焕发的感觉而且呢大家有看到它是这种履带装出外去旅行外出工作都很方便还有品牌也很重要哦使之觉醒有三个特色超纯净高效能高品质所以在这边呢跟所有的姐妹们分享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去申请试用包一包呢109元免运费哟希望呢所有的姐妹们我们一起健康一起美丽不管明天有多忙碌我们都可以从容美丽的应对晚安喽各位我要去睡我的美容觉啦拜拜下次影片再见谁要杯杯你要拿猫咪杯杯你是对不对啊对把猫咪放着来过来杯杯就是妈妈背不动可以啦对对对你们抱妈妈抱蹦蹦蹦哈哈